Bonjour tout le monde, bienvenue dans nos cours de français accélérés.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Bonjour tout le monde, bienvenue dans nos cours. Et aujourd'hui, nous allons commencer leçon 35.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35课的学习了。那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又将会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态。不过在学习这个时态之前，刘妮老师想让大家先来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学过的一个时态，那就是 le futur dans le passé， 也就是过去将来时。嗯，同学们可以在自己的脑中搜索一下，对于这个时态还有什么印象呢？比如说它的构成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之前经常说啊，过去将来时呢，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又涉及到过去，又涉及到将来的这样的一个时态，对不对？所以呢，在它的构成当中，就会既有代表过去的一部分，又有代表将来的一个部分。那这样说，大家能不能回忆起来呢？那其实我们在第34课当中，有一句话也是有用到过去将来时的，还记得吗？就是34课的第一段最后一句 ，Et les cafés, les restaurants se remplissent。因为整个那一段叙述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个事情，那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将要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就用了过去将来时，也就是当中的 se remplissent 这个动词。所以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将来时的构成，它是由简单将来时的词根加上未完成过去时的词尾来构成的。我们看一看对不对呢？ se remplissent 它的动词原形是 se remplissent， 是不是符合这个构成的规律呢？所以其中也是既有将来的部分，简单将来时的词根嘛，又有过去的一个形态，就是未完成过去时的词尾。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自己有没有忘记掉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学习一个新的时态之前，要先来回顾一下过去将来时呢？嗯，有些同学可能提前已经学到过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时态，它叫做条件式现在时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啊，首先它是条件式这样的一种语式当中，那是现在时 présent。其实这个时态我们在之前的学习当中也有一直出现过了，比如说我们讲到点餐最常用的一句话，我想要什么什么 ，je voudrais blah blah blah， n'est-ce pas？ je voudrais， 或者呢，我想做一件事情 ，j'aimerais faire quelque chose， j'aimerais， 在这两句常用的口语当中呢，都有用到条件式现在时。哎，那我们看它的词形，有没有发现它和我们刚才复习到的过去将来时在词形上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刘妮老师刚才要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那一个时态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法语当中的条件式现在时。它的构成呢非常简单了，就是和过去将来时一样，有简单将来时的词根加上未完成过去时的词尾构成的，所以这个时态我们学习起来应该非常的轻松，省去了一个背它的形式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对不对？那关键就是我们的条件式现在时会怎样来使用呢？那首先我们可以大致的来了解一下条件式和直陈式的区别。有一些同学脑子里啊，可能关于这个语式和时态还有一点混乱，我们可以大致的来梳理一下。那法语当中呢，总共是分有六个语式。语式的概念呢，主要用来区分说话人的语气，所以它和我们之前讲到的时态不太一样，对不对？时态是用来区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而语式呢，则是语气上的一个区别。嗯，分别是直陈式，我们最熟悉的下面包含非常多的时态，对不对？直陈是现在时，直陈是复合过去时，直陈是未完成过去时，等等等等。可以说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些时态都是直陈式下的。那直陈式呢，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它是用来比较客观的
说明一件事情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语气在里面，对不对？不管这件事情是现在发生，将来要发生，还是已经发生了，都是一个客观的叙述。所以这是直陈式的用法，那它下面的时态是最多的。那我们还学过的语式呢，还有一个表达你当面命令或者建议对方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命令式。那命令式的话呢，有现在时和过去时，所以这是命令式，我们以前也学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接触过的还有不定式。对了，它也是一种语式。那不定式呢，其实我们经常说它就是动词原形了。它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语气的表达，主要是用在句子结构当中和其他的一些词搭配起来会使用到不定式，对不对？那我们也比较熟悉了，所以就不用多说。那还有一种语式呢，就是分词式。有些同学觉得分词式这个名字没有听过，但是实际上它其中的两种分词我们都已经学过了，就是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它们都属于动词的分词式当中的一种。好，以上的四种语式呢是我们已经学到过的，那剩下的两种呢是我们将要学习的。一个就是条件式，它主要用来表达一些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的动作。我们可以记住这句话，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条件式现在时的用法是不是表达出了这种语气呢。那剩下的一个虚拟式呢，是我们在将来会去学习的，也是法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语法点了，它主要用在一些比较主观的句子当中。那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就是条件式的现在时。其实条件式呢一共也就是两种时态，现在时和过去时。我们今天先看现在时啊，那它的构成呢非常简单了，和过去将来时一样。那么它的用法呢，通过我们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 je voudrais， 我想要什么什么，j'aimerais， 我想做什么什么，就可以看出来。那条件式现在时呢，最常见的一个用法就是用来表示自己语气的委婉，也就是当你想对别人发出一种请求、建议或者是推测的时候，用条件式现在时呢比用直陈式现在时显得更加有礼貌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外出点餐的时候很少听到别人说 je veux blah blah blah， 而大家说的都是 je voudrais。 它的意思呢就相当于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我想要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说是在您愿意的前提下我才斗胆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是不是显得非常的委婉，对方应该是听了也很受用的。如果你直接上去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给我做一下怎么怎么，对方肯定心里会不舒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条件式现在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地方也非常多。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句。第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 Je voudrais une tasse de thé， 我想要来一杯茶，麻烦您给我拿一杯茶。 Je voudrais une tasse de thé。 下面一个呢用的是 pouvoir，那 pouvoir 的条件式现在时应该怎么变位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 pouvoir 在 vous 后面的变位，简单将来时是 vous pourrez， 那条件式现在时呢 vous pourriez， vous pourriez。 所以这道题问的是 pourriez-vous venir plus tôt， 您能不能稍微提早一点来呢？ pourriez-vousvenir plus tôt， pourriez-vous 这样的一个问法也是非常常用的，我们可以记住，当您问对方能不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非常委婉的语气。 et puis 下面一句呢，动词是 falloir， 它是一个无人称动词，对不对？平时我们都会说 il faut 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它也是可以用条件式现在时的，表示一个建议嘛，应该怎样怎样，显得你的语气更加柔和一些。那考考大家了， falloir 的条件式现在时，我们来做一下。直陈式现在时 il faut， 简单将来时 il faudrait， 那么条件式现在时呢 il faudrait。
Oui, il faudrait que tu prennes ta douche maintenant. 你应该现在就洗澡。其实这句话当中还有出现另外一个语式哦，就是在 il faudrait que 后面。后面这个句子的动词 prendre 它用的是虚拟式。我们也可以提前看一看虚拟式长什么样啊。Il faudrait que tu prennes ta douche maintenant. Bon, 这就是条件式现在时的第一种用法，用在表达语气委婉的时候。那这里面几个常用的句子大家也可以记住，除了 je voudrais, j'aimerais 之外，我们今天又学到两个 pourriez-vous, par exemple, pourriez-vous me donner le stylo? 能不能请您把笔递给我呢？Et il faudrait 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我们接下来看它的第二种用法，它呢其实也可以和另外的一个时态搭配起来使用，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句子 ：Si j'avais de l'argent, je vous aiderais. Si j'avais de l'argent, je vous aiderais. 这句话是说什么呢？应该非常好理解啊，就是如果我有钱的话呢，我一定会帮你的。所以它其实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其实我现在没有钱啊，我属于爱莫能助，只是心里想想而已。Si j'avais de l'argent, je vous aiderais。那我们会看到这里条件式现在时和哪个时态搭配在一起用呢？就是和 imparfait 未完成过去时。他们两个也可以搭配在一起，表示一个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那这时候句子当中表达条件的从句，我们叫做条件状语从句，也就是有了这个条件，你才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对吧？这个条件状语从句呢，是用 si 引导的，它应该用 imparfait 未完成过去式来表达，而我们的主句。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条件下，我是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这个主句就用 conditionnel présent 条件式现在时来表达。哎，我们来回忆一下，是不是很符合我们刚才对于条件式的一个定义？它表达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一个动作。那其实前面的第一种用法，语气的委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符合这个定义的。因为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才想要什么什么啊，如果你听我的话呢我才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对吧？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那我们回到它的这个第二种用法，简单的说呢就是和 imparfait 连用，表达如果怎样就能够怎样。那其实如果就这样的句式我们以前已经学过啊，你可以直接 si 加上直称式现在时然后怎么怎么样，比如说Si j'ai de l'argent, je vous aiderai. 这样说也可以，对不对？或者 Si j'ai de l'argent, je vous aide 也可以。也就是说，条件状语从句呢，用直称式现在时，那主句呢，用现在时或者将来时。这也是我们条件表达法当中的一种。那这两种表达法区别在哪里呢？那是一个意义上的区别了。如果是从句用直称式的这一种，那代表这个条件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我有钱了就来帮你，也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马上就有钱了，那我一定马上就把这个钱拿来帮你。而如果是我们这第二种 imparfait 和 conditionnel 连用的这个条件表达呢，它的条件实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基本上就等于空口说白话了。哎，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就会帮你的，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啊，对吧？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句。Si elle venait ici demain, elle pourrait répondre à ces questions. 如果她明天来的话呢，她一定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但事实上，这句话已经表现出了，她明天基本上是不会来了。这就是这两种条件表达法当中的一个区别了。好，那我们可以再看几个未完成过去时和条件式现在时构成的这种表达条件的句子。比如说 J'irai faire ce devoir si j'avais assez de temps. J'irai faire ce devoir si j'avais assez de temps.
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呢，我就会去做这个工作的。那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搭配呢，它只是说条件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没有直称式表达的那么大，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不对？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只不过可能性比较小一点。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说 J'irai faire ce devoir si j'avais assez de temps。 那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到底哪个动词应该用未完成过去时，哪一个用条件式现在时呢？我们有一个小技巧啊，刚才也说到了，因为 si 引导的那个是条件状语从句，所以 si 后面的这个动词我们用未完成过去时，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那剩下的那个呢，主句动词我们就用条件式现在时来表达。好，再看一个句子，这个比较有意思啦，他说的是 À ta place, je m'excuserai très vite. À ta place, 如果我坐着你的位子，所以意思是如果我是你， À ta place, 设身处地的从你的角度出发， Je m'excuserai très vite.我肯定马上就道歉了。那这句话当中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个 si 引导的从句，对吧？它直接用了 at a plus， 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判断出来它表达的是一个条件，所以这里的 at a plus 就相当于 si j'étais toi， 如果我是你。那我是你这个非常难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所以我们用的是 at a fait加上 conditionnel présent 这样的一个组合。 À ta place, je m'excuserai très vite. Si j'étais toi, je m'excuserai très vite. 来做几道练习，巩固学过的内容。 Alors,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